大家好啊，我们这个基地里啊，羊有很多的飞天走地的这个鸡啊，一大早呢它就飞上来了，然后呢就吃的我们这些菜啊，吃的就很狼狈。后面是我们的董事长，董事长呢也在为自己的菜被吃了而非常感到叹息。哎呦，这个鸡把我这些菜全部吃完了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吃得光秃秃的，真的难搞哦。哎呀，这样做不行的、等一下我越南的两个女朋友来到这里没菜吃怎么办呢、哎呦，真的是麻烦、今天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情，拦住那边不给他们跑上来全部吃完了我的菜了。把这里拆掉之后把它移来这个位置来、移出去一点就行了、就宽大一点了、又宽大又可以拦，就不让他们上来、对对对，是不是啊？就把这边移过去就行了，全部移吗？肯定 移这一排就行了，不用全部移啊、就移这排、对啊，那这里要剪断吗？先把它剪断了，我哪有刀来啊、这个剪刀放到那边去，等下还能用的。哎，打羽毛球都没有了。哎，对对，那上面有羽毛球。那你们要不和我一起来打？我等一下帮你打，给你打哈。那你和我们一起打。那阿姨拿羽毛球。再找一下，再找一下就行了。那可是木瓜的哦，搞烂了。你不是搞坏了？这样去看它还能不能上来呀？还能上来吗？你觉得？除非它飞那边上来。在这里它绝对上不了，是不是？可能也不敢到这里上了。爸爸是怎么上去的？这条不够长。退焦了，好，这里不用管了，得了。怕它钻上来。这里还会钻，以为它是老鼠啊。你要下面要绑一下，要不然它钻上来了。下面等下再搅拌的。现在放个石头砸一下就得了，压一下就得了。爸爸。哎。你怎么上去的？我就到这边上，还怎么上？天哪，这个天气啊，很热吧？这些鸡啊，搞好它肯定上不来了。OK， 到这边，那边好低一点下去，踢一下下去。不是他，什么东西？你读一下看。什么东西好贵？我不会读，你读给我看。时尚女人。时尚女人啊。你读一下看。九八九。这衣服好。顺便开始修理了哦。那有的红薯。修紧了哦，这里啊，跟这里平衡啊。修到这里，还有这里。给我拍，我会拍。条线路可以修剪一下。我会拍。这边用那个。我也会拍，按这个。那个菜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搞掉呢？为什么？你别动啊，柴哥，让他来。来，给你来。我笨个猪一样。你聪明哥，不是我对这个很聪明的，比猪八戒还聪明。他比猪八戒还聪明。
猪八戒，你是孙悟空了？那你自己讲的哦，也不是我说的。这些搞到旁边那里去。你搞那里，他绝对不肯搞，他就是搞这里。你要他去搞搞别那里，开一条宽阔的大道，他绝对不会搞。啊，好漂亮这菜。丁祖父一样。又有篱笆。你怎么样，咱就不同意了。漂亮啊，芹菜。喂，要得准备种其他菜了不？阿勇。啊，没有什么菜秧呢。没有菜秧，等下我们去外面种。到时候我以为在旁边这个种一些那些什么花长起来开在这个地方。